案训练担当。就这样，直接进入我们的事业。这个席，游乐教会、长老教会是一个制度，是一个新的体制，是一个体制。每一个人进入这个体制来宾，那这条书或者传道，都要降服在这个体制的游戏规则跟信仰规范。所以在这里要受命的人，来接受长老教会这个誓约词，来，这是我们对孝忠宣传道安尼讲。因为你要修团的思维节节，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啊无？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，做你信仰甲节节唯一的根据啊无？教会头是耶稣基督，伫教会中独独依做主。囡仔关于教会中达顶好的事，要我去伊来设法，你约要安尼行啊无？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《使徒圣经》、《尼西亚圣经》以及长老教会信仰告别啊无？长老教会是起坐伫上帝话，设施立以后所信所传所行，无照教会发挥。你肯幸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建立规则啊无？来，这个是请咱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起立。今天这是一个誓约，当事人传道做了跟上帝的誓约，信徒也一样。现在我用闽南语我想台湾人就是看这个字也可以明白。你若相信，煞个别耶稣基督做救主，做教会的头阿婆。小松山受派做英国教会团队师，你若欢喜要接纳伊、敬重伊、疼惜伊、体贴伊、替伊祈祷，甲伊同工兴起上帝国，煞恭敬伊、帮助伊、较会利益伫教会，恁约要安尼行啊无？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，彼此若有失策，应该通知社会说法。唔通四界包容，地教妨害教会大局，恁约要安尼行啊无？咱三个人记得。祝上帝阮这个时，共同伫你的面前做这个誓约。阮教会要听受传道，传道要用伊伫你面前信仰的领袖来分享互遮个教会。真侪培养阮性命甲灵魂真个食物，愿你保守这个圣体，永服教会就是耶稣基督，要一起献给上帝的圣体，让这一个圣体是完善的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就是一个身体，是圆圆满满的一个身体，每一个人扮演的角色跟功能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努力，把阮家己发挥阮伫你面前的修养甲恩惠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宣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官兵，设立你萧忠宣做本教会团队师。当你受设立做团队师，就坚持你本身甲你的教示，常常关心伫遮的事，因为安尼行，要救你本身甲听你道理的人。阿门。请坐。